声魂说：“对，卡干净勤劳啊！哎啊，所以这台湾卡干净口碑也很好，专门农业的。对，从事农业，农业老老实实做人，不错，那个也很团结。宾主双方一直用客家话交谈着，从客家人的习俗、客家人的生活到客家人的建筑，现场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”